我估计听完阅读到语法的时候，应该人就应该就是又稍微少了一些哈。正常这一套题，不知道大家做的自己做的感觉怎么样？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这一套题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几乎完全没有难度的题目哈。一方面它的文章题材没有很偏僻的题材，另外一方面它没有很偏僻的考点，都是常规考点哈。唯一难的可能是有两道词汇题。好，我们来看第一题哈。我们非常快速的先把所有的题目讲完，因为这一套题可能，应该是大家可能没有特别多的疑问。那么我们会在讲完44道题之后，我再会问大家，逐篇的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大家中途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呢，你可以留言，但是我可能不会马上回答。然后呢，我会留到这个全部讲完之后再来说，好吧？然后呢，我们来看第一题了。那第一题考的是什么？篇章里头的选择过渡词，对不对？好，那么划线部分是要表示全文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前一句话讲的是什么？在美国的城市，这种空地是很难找到的，对不对？后一句话呢，讲了具体的纽约，对不对？在纽约的话呢，每1000个居民呢，大概就是只是每一个，就是说，大概就有半数的区域哈。哎，每1000个居民只有1.5英亩的这个空地。好，那这里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对不对？同一件事情，而且是从宽泛到具体，所以是一个举例的关系了，对不对？A、B、C 三个选项是什么逻辑关系啊？如果是 A 的话是类比，对不对？强调前后两件不同的事情有相似之处。好，如果是 boy 选项的话，表示反比哈，对于或者说我们一般就叫对比了。前后两件是不同的事情，对不对？强调前后两件事情的不同。好，C 选项表示并列。好，然后我们看第二题。第二题呢，我不知道大家手上拿到的题目的排版有没有划线哈，因为我拿到的排版呢，第一题、第二题是没有划线的。但是看这个题目的设置，如果是选项是这么设置的话呢，原文的划线部分应该是 however 再加上这个逗号。这道题在考什么啊？这道题其实在考分句之间的连接方式，对不对？两个分句之间，你们看一下，前面有主谓，对不对？后面也有主谓 两个完整的分句，分句之间一定要有连词或连接符号。这里头只有哪一？这里面肯定都没有连接符号了，对不对？逗号不能起到连接作用啊，没有分号，没有冒号，一定要有连词。四个选项当中，只有 boy 选项 but 是连词。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好，第三题篇章题内容填空题，对不对？问的是什么啊？审题段落主旨，对不对？The main idea of the paragraph，对不对？好，那这种题目大家做的时候记住了，在考想象的时候不要先去做这道题，把下面的题目做完再倒回来看。那倒回来看的时候呢，你有可能已经掌握了段落大意，也有可能没有掌握段落大意。好，如果你没有掌握好段落大意的话，记住，可能这个段落很长，那你以什么为单位来去看？以句子为单位来去看。我们看一下划线部分之后的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哎，这种先前被用作，这种垃圾场的这样的土地呢，哎，它的价格怎么样啊？不昂贵，对不对？价格是比较便宜的。然后呢，划线部分之后的第二句话，他说的是什么？说的是，哎，这种土地的量非常大，对不对？好，第三句话啊，划线部分之后第三句话，他讲到了说，哎，通过呢去恢复这些，原先是用作垃圾场的土地呢，好，这些公园哈，把它们改造成公园之后，这些公园会带来非常给环境带来非常多的好处。好，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再往下看就提到，哎，有一个论文，这个论文呢就怎么说的呢？他就说到说，这些公园哈，改造成公园之后，这些公园对于社区来说，在健康和社会发展方面都是有好处的。好，然后后面具体解释了一下为什么对健康来说是有好处。最后一句话还提到了什么？他说这个报告也讲到了，他说，哎，这个，他说这样子这种社区的空间，对不对？对于这个减少这个，减少这个犯罪，以及在这个社区居民之间呢，去加强这个社区居民之间的这个纽带呢，它也起到一个作用，对不对？好，
每一句话都是围绕着什么展开的，都是围绕 C 选项所说的。哎，重新利用这些填埋区，对不对？垃圾填埋区，把它们重新当成重新去利用，然后改造成公园，这会怎么样啊？这可以提供多种多样的好处，对不对？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好处，都是围绕着C 选项这里的 multiple advantages 展开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C 选项就是这一段的一个主旨。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啊，第四题是一个词汇题。那这个词汇题的话，大家如果是查过词典，应该都知道了哈。好，A 选项是什么意思啊？A 选项是多产的，Boy 选项是数量丰富的，C 选项是宽宏大量的，Dog 选项是过量的。那这里我们看到这句话，它讲的其实是它，我们注意一下，它说它这里就是说提到了。这个美国它有至少1万个至少1万处这个已经关闭了的市政填埋区。好，那我们看到这里其实是讲数量之多，对不对？表示数量之多就只有 boy 选项和 dog 选项，但应该是用 boy 还是应该用 dog 啊？我们注意一下啊，这里其实是在讲，我们注意一下这里的这个 it 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先前用作垃圾场的土地，对不对？好，那这里要描述这些土地的话，我们看一下，其实讲的是不是好处啊？是从褒义还是贬义的角度去讲的？应该是从褒义的角度去讲，对不对？价格不昂贵，对不对？然后呢，也能带来好处，对不对？后面也有提到，boom 带来好处，带来利益，所以这里应该是选择 abundant 而不是 excessive。没有提到过量的问题，首先没有提到过量的问题。就算你过度联想了，你也想一下，这里讲的都是好处，对不对？讲的都是好处，所以也应该是 abundant。好，这是第四题。所以我说词汇题这一篇为什么说词汇题如果说难的话就是词汇题呢？因为这边的词汇题都要考虑一下语境，但是其实也没有难到哪里去哈。好，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五题。第五题很简单了，大家看一下，exercise play 和这个 exposure to green space 其实是一个并列结构当中的三个并列项，对不对？用逗号隔开就可以了哈。答案就是 A 选项。然后接着我们看一下第六题。第六题是一个什么题目啊？内容增删题，对不对？好，那我们看一下题号的前后在讲什么内容啊？那么题号之前，我们看到它其实从 a vision paper 开始，它就讲到说，这个公园呢，在这个健康和社会发展方面呢，对于这个社区来说都是有好处的，对不对？好，然后接着讲到了，哎，锻炼呐、玩耍啊，还有这什么呀，去身处这种绿色的空间哈，它其实是对健康是有好处的，与此同时呢。这样的一个空间呢，它其实有助于怎么样啊？它其实是可以去减少犯罪，可以去加强这种社区居民之间的这个纽带。那我们看一下，讲来讲去，其实第六题前后是在讲什么内容？是不是在讲？是不是对这个 abound to communities in terms of both heal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去做一个解释，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第六题，这个句子讲的是什么？他说的是这样一个协会，他建议怎么样啊？每周大概要做至少150分钟的这种比较温和的、比较适度的运动，对不对？好，那我们想一下，它跟这里要说明的内容有没有关系？其实是没有关系，它是离题了的。虽然第六题题号前一句话它有提到锻炼，但它这里是为了什么而说到这个锻炼的？因为有了公园，有了空地，是不是就可以锻炼，对不对？这个锻炼是不是也就使得，也就使得这个空地对于大家的健康来说是有好处的，对不对？空地为什么会对大家健康有好处？因为有了空地，你可以锻炼，对不对？至于锻炼多少，这个对于说明这一段主要说明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没有帮助哈。好，但这种题目最后我们还是要落实到这个选项里头来。A 选项说它提供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支持了这一段的主旨。这一段的主旨是什么？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 multiple advantages，对不对？好，已经无关了，对不对？它起不到一个支持作用。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boy 选项，他说他铺垫了段落里接下来这个句子的内容，也就是第六题题号后面这个句子。好，如果我们说到 set up 的话。
那一定意味着说，如果我们说一句话 set up 接下来的内容，那它肯定跟接下来的内容讲的是一回事。但你们看一下这个句子跟接下来的内容讲的是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啊！但凡这种说 set up 接下来的内容，那它肯定是跟接下来的内容讲的是一回事。大家记住了哈。好，那他讲的不是一回事，boy 选项不选啊，理由是错的。好，然后 C 选项，他说它包含了一些信息，这个信息跟这一段的主旨是冲突的 contradict。好，这个我们也不选，因为没有冲突，对不对？是无关，但不是冲突。大家注意一下，在这种增删题当中，有三种理由，它作为选项出现的时候，我们一般是不选的，就是它成为正确答案的概率很低。第一种就是这种说跟上下文的信息矛盾的。第二种呢，就是他说，哎，重复了上下文的信息。第三种就是说，回答了前文提出的某一个问题。大家一旦在选项当中看到这三个理由的话呢，大家先不要去考虑这三个选项，往往是其他选项你真的没有办法选的时候，你迫不得已你才去考虑这三个选项哈。好，最后一个选项是对的，它偏离了这个段落的主题，对不对？啊，它引入了一个无关的信息，对的，因为其实我只需要说锻炼有助于健康，是不是也就可以说明，因为诶，因为空地可以提供锻炼的空间，对不对？那么锻炼有助于健康，所以提供锻炼空间的空地，也就是有助于这个社区的这种健康，对不对？好，那么第六题这个句子，它其实是完全是离题了的，没有必要的。好，然后接着我们看一下第七题。第七题考标点符号，好，不需要的标点符号，我们看一下。One example of a successful landfill park，好，这样子的话呢，它一整个都是主语，对不对？一整个都是主语，一整个名词短语是主语，主语和谓语动词之间需不需要逗号隔开？不需要。好，这个动词 is 和后面的这个表语之间需不需要用逗号隔开？不需要，连在一起的，没有任何地方需要用标点符号隔开，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boy 选项。接着我们看一下第八题，第八题哈，又是内容填空题啦，审题。他说以下哪一个选项，他提供了最相关的例子啊，给句子提供了最相关的例子。那么既然是 for the sentence，那我们就要看回这一句话。那么为什么选 boy 选项呢？boy 选项的 such as 后面的这些举例，他这里提到的这种骑马啊，这种景观小路啊，还有这种啊皮艇运动啊，啊，它其实是不是都是对前面的这个 many recreational opportunities largely unavailable in the city 做的一个举例啊？啊，就是很多这种。很多这些娱乐设施，什么样的娱乐设施啊？哎，很大程度上你是在城市里头是很难见到的这些娱乐设施，啊，那么 boy 选项 such as 后面的内容就是在对这个去做举例，好，那么其他选项你是找不到它是在为句子里的某一个内容做举例的，所以其他选项我估计也没有同学选哈。好，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九题，啊，第九题啊，代词指代了，还有。涉及到这个 is 啊，it is 的缩写和 is，它的这个所有格的一个区分，这个区分我觉得大家应该是不会错的啊。主要就是大家看一下 dog 这个选项啊。我们说过做题有个技巧哈，就是如果做到跟代词指代有关的题目哈，尤其像这种有 is 有 there 的这种，如果选项里头有名词选项的话。如果选项里头有名词选项的话，请大家优先考虑名词选项。你先把这个名词选项放到这个划线部分去，看一下符不符合上下文的意思。如果符合的话，它就是正确答案。注意，如果不符合的话，怎么样？它不是正确答案，你还是要看其他的。就是它不一定是正确答案，但它很有可能是，很大概率就是。所以，请大家优先去考虑。啊，我一般不会跟你们说哪一什么样的选项一定是对的，什么样的选项一定就是不对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今晚就去赌马，对不对？稳赚。啊，主要是有一些选项我们是可以优先去考虑的，节省时间；有一些选项啊，放到最后去考虑，因为它的这个成为正确答案的概率实在是太低了。但是出题人有的时候他是会规避的。啊，它是可以设置一些陷阱，把往常不是正确答案的选项怎么样设计成正确答案是可以的。好，这是第九题，然后我们看一下第十题。第十题是一个固定搭配，考固定搭配，enough 加名词，
然后 enough 跟哪一个结构搭呢？跟 to do 啊，表示这个 energy 的量足以怎么样？大家注意一下，下面其实有一个类似的搭配，请大家看一下啊。除了第十题这里，请大家看下一段，在第十题题号旁边这一行绿色划线部分，enough energy to heat 22,000 homes。是不是也是 enough 加名词再加 to do，对不对？好，一样的固定搭配。好，然后这是第十题，然后我们看第十一题。第十一题是一个词汇题啊，就是一个近义词辨析。这道题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这道题是应该说它难度比较大，这道题做错情有可原。这几个词对于大家来说本身难度并不大，要区分意思的话也很好区分。关键是在于大家看到这句话里头这个 problem，大家要知道这个的划线部分 problem，这个 problem 到底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下面这个甲烷这种气体啊。大家注意一下，因为 problem 这个词我们翻译成问题的时候，大家如果去查词典、查英文词典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可以表示一个事物的，对不对？你要去处理、你要去应对的一个事物，而这个甲烷就是这里的这个事物。这个 problem 指的就是这里这个甲烷，这里的这个 problem 跟甲烷对应了之后，大家再看一下后面这个 an advantage 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这个 enough energy。好，那所以我们就要想想，哎，划线部分是形容这个 problem，所以甲烷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这里划线部分选哪一个，我们就要想一下，因为这个 problem 指的就是这个甲烷这个气体，那我们想一下。甲烷这个气体上下文有没有交代过它？哎，是怎么样的？它是怎么说的？好，那我们回到上面去看，他提到甲烷的时候，他这么说的。哎，他会怎么样呢？就是说，他说当这种被埋藏的这种废料呢，它分解的时候，它会释放一些可燃的气体，例如甲烷。所以甲烷是可燃的，对不对？好，它会导致，它会引起什么呢？哎，它会引起什么？引起这样一个就潜在的这种健康的风险，对不对？好，那我们看一下这四个选项当中是不是有 boy 选项表示是有毒的、有害的、对人体会有危险的，对不对？好，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 boy 选项，因为我们选什么词去修饰这个 problem，其实我们就是在选什么词来去形容这个甲烷。好，这是第一篇啊，这是第一篇。